据自报道称，黄河的水利委员会表示，8月11号的期时，黄河上游的来水仍会持续的增加。看来他们的黄河的抗洪压力也是开始加大。我可以看到那些洪水都流得很急啊，那个房子都冲走了，漂流在上面啊。看他这个洪水发得这么大，然后看来又有很多人无家可归了。甘肃省陇南还发出了红色的山洪预警。另外，黄河的中下游，陕西省也是一直在都在下雨，然后也很多地方也是发生了山洪。好像这个是陕西省的汉中市，也是爆发了山洪，很多道路也是被塌方倒塌了。